家好啊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0月27号啊，时间是16点45分。咁我而家嘅位置是在葵涌的圣方街啊。咁我今天咧嚟到呢、这个葵涌运动场嗰度啊，入去咧想拍第11届美食嘉年华。呢、这、一个牌咧就是第11届香港美食嘉年华的时间表，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嘅。咁我而家嚟到香港美食嘉年华入口啦，咁我哋一齐入去睇下先。咁佢哋晚上7時起咧入場咧就係免費入場嘅。請勿奔跑，入口範圍請勿。哦，依度係真味香啊！賣啲花膠啊、蟲草啊咁樣嘅。啊，依度有啲臘腸賣啦。18蚊一隻啊，喇叭比30蚊兩隻啊。但唔係入得喎。你想影相？咁呢啲合桃咧，就係49蚊一磅嘅。49蚊一磅。呢個係脆嘅，同埋咧。哦，仲有啲試食先。隨便睇，隨便揀。其他啲人車點樣？歡迎你嚟做乜啫？我買，我買咗落去啦。咁今日咧，適逢係星期日啦，都仲係幾多人啊？哇！依度有啲濃縮槍檸汁啊！哦，兩支啦，兩支啦，哇，可以減肥嘅喎、啊！餐前早晚一杯啊！我刀刀都食曬嘅，我唔食，我忍忍。呢個忍。依度係賣臘腸嘅。忍啊！哇！臘腸都有得試食啊！唔好講嗰啲嘢啦，好得人嘅。有啊。咁多省都買呢啲啊？係啊，好食啊！佢有兩個幾成條食仲正啊，仲 enjoy 啊！仲 enjoy 啊！係咪三個人啊？你兩個三個啊？兩個真係嘛？嗱，佢都好。黑毛豬軟腸啦，要幾包？五包，108蚊一包，200蚊就兩包。啊，依其他咧，半肥瘦腸都好食嘅，阿瑤柱冬菇都好食。我哋要個軟腸啊，要兩包。係啊，我跟你。五包啦，老闆。唔係，依個先係軟腸。依個係鴨卵啊嘛，依個冬菇條。180蚊兩斤啊！而家依個180蚊有兩斤，兩包。哦，一斤一包啊！一斤一包呢啲係。咁呢邊係賣香烤小黃魚啊！誒，依度有啲果仁啊，同埋花生糖賣。哇！依啲花生軟糖係20蚊一包，50蚊四包啊！啊！依邊係賣茶葉嘅。
咪邊係海味啦、花膠啦，啲鮑魚啊，澳洲鮑魚啊，1280元一斤啊！嗱，咁對面咧都係賣海味嘅，哇！佢哋好識做生意啊，仲俾人試食添，啲鮑魚啊、花膠啊咁俾人試食嘅。環保啤酒工作坊啊！哇，都幾多人嚇！哇，依啲香脆魚皮啊，100元三包啊，40元一包，50克嘅。哇，專賣魚皮嘅喎，依間。啊，依度賣鮑魚嘅，同埋賣啲瑤柱啊咁樣嘅。啊，瑤柱瑤柱賣試下，我再要20元嗰個。哇！依啲10元罐啊，系啊，10元罐。但入边嗰啲系豆嚟。有豆有鱼，肉带鱼啊，叫做牙带，就系牙带鱼。肉带啊，细只。后面都佢冇嘅。呢啲下边啲系花生嚟咗啊，呢度系花生定系豆？白饭豆。系啊，都埋一齐嘅呢度。系定唔买？系。哇！10元真系抵喎。10元罐。啊！瑤柱100元三罐，啱唔啱咁揀？瑤柱絲係100元三罐啊！係睇下咩啱啊！如果啱嘅，平啲喎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行先。啊！喺度賣咖啡嘅。呢度係賣啲健康飲品啦，蘋果醋啦，同埋檸檬啊咁樣嘅。啊！依度賣豬肉條啊！我中意鹹椒咯，鹹椒有啲煙燻嘅感覺。鹹椒 sorry 啊，唔係。啊！佢有啲士多啤梨啊，糖啊。可唔可以試下個芝士啊？或者啲岩燒啊？嗱，你哋有咩付款方式啊？白通 Visa Master 都話有錢你就收喎呢度。係啦，基本上都白通啦。食唔食黑蒜？唔食，想食芝士。好正啊！唔食，哇！得唔得？聞到個蒜好正。蒜我唔食嘅。唔緊要，蒜好。想食黑胡椒要唔要？芝士。哇！好吸引啲市民喎，似乎係好味喎呢度。芝士呢個藍芝士嚟㗎，送走一流。哦，藍芝士嚟。係啊，送走一流。你買幾多啊？買400克200元喎，我買400克咯。哦，嗰邊有隻粉花龍喎。藍芝士，邊位未試藍芝士？今日買夠38元，我哋送嘅。唔該。仲有一包嘅，扣底可以。嗯，好好味啊！藍芝士真係好好味啊！扣夠佢。如果你買210元啊，依邊係賣野生菌嘅。羊肚菌啊，牛肝菌啊，雞油菌啊，影啲價錢俾大家睇下。我呢度冇加肉嘅，你自己可以係加啲瘦肉落去，或者加啲肉落去。
一家大細都啱飲嘅。有肉嘅就嗰個半鐘頭啦，佢都好曬。哇！啲鮑魚啊，每場價$107啊！哦，就係依啲啦。係咪就係依啲啊？$107係啊。要食都幾好。去到熟食車一個係我哋一排。$10咯，我唔知兩三張咯。話佢哋嗰啲包裝都好貼身喎，有埋個膠袋俾你稱住翻去，唔使咁瀨氣。翻去嗰個馬鎮啦，有啲雞心棗啊，嚇$16一斤啊，原來。買嚟睇，買嚟揀啊！美國花果啊，$168一磅。啊，佢哋有啲湯包賣啊，$20包咋。呢度是水沖益生菌乳酪啊！哇！呢度是買榴蓮雪米糍，貓山王雪米糍啊！榴蓮泡芙啊，$40兩粒，$108一盒啊，有6粒。隨便睇啊，泡芙可以現場即食，超爆餡噶。啊，喺度啊，係賣凍肉嘅。一間橫丁啊！$100五包啊！芒果乾係咪？又唔會好甜，又唔會好甜又淋口。我唔想食芒果。即係嗰個。係咪豬肉乾、芒果乾都係$100五包啊？哦，全部$100五包啊！哇！佢有啲芝士酥添啊！啱食啩，即食開始啦！買一份啦！28有三罐啊！$28有三罐啊！係。哦。買咪即刻買。哇！好平喎，啲嘢真係平過出邊喎。哇！依度日航站啊！是賣啲乜嘢嘅咧？哦，咁佢賣啲係南瓜脆片咧，就$40一包，有香菇脆片啦。我哋均一價，全部$40，買四送一，買七送三。$40一包係買四送一添啊！係啊，買四送一食㗎。即係唔買四包就係唔使$40一包啦。試下士多啤梨啊！鰻魚啊，係啊，有魚，好得意啊！係啊，試埋嗰個鰻魚啊！依個係依個哥哥仔俾個鰻魚我食啊，就係依個鰻魚啦。OK， 我試下先。多謝你啊！哇，熱辣辣嘅仲即整即俾我食啊！係啊，蒸燒啊！
哦 ，B&F 啊，嗰啲吞拿魚咧就70蚊七罐啊。哦，依邊嘅沙律醬嗰啲吞拿魚咧就係65蚊八罐。買嘅，買啲杏仁餅啦，珍義坊，20蚊一盒，20蚊三盒啊！世界食品金獎20。哇！佢啲鮑魚咧就係100蚊四罐添喎。有心，過嚟睇下。豆豉鯪魚午餐肉啦，50蚊有五罐，平靚正。嚇！豆豉鯪魚50蚊五罐啊！金龍牌30幾年嘅老牌。有冇似秘華寶袋？冇咧。嗱，呢幾款都係丁和肉啊，當時50蚊五罐。五香肉丁啦，豆豉鯪魚啦，同埋依個火腿豬肉啊，午餐肉啊，即是。有梅幫肉，有沙甸魚。50蚊五罐啊，即係10蚊半咗位。係。全部批發價平。係啦，十對。哦，依度係自然派啊。呢啲係精益珍啊，芝麻沙琪瑪2件15蚊啊！有啲保健產品啊，同埋護膚品賣。哇！福袋99蚊。福袋入面包埋曬所有嘢嚇。哦，呢個胎盤素蘆薈面霜，30蚊，30蚊做緊特價，好抵啊！響螺片啊，328蚊一斤，山曬九節蝦，啲全場加呢個。呢度系卖花胶嘅，又系。喂，呢度咧，身体皮肤。呢度系卖益生菌嘅，系健康产品啊嘛啲。呢度是賣蜜糖的啦，90蚊10包啊，好咁錢，90蚊10包，係呢個咩？呢個香葱蜜圓圓，香葱係咪啊？係香葱蜜圓。90蚊10包啊，即是9蚊包嘅喎。喂，睇下啦，90蚊10包啊！啊，依邊有啲雪條啊，23包朋友。啊，啲埋海參啊！哇！依度係零酒精嘅香檳啊！我唔要嘅，我
是$240三支啊。如果你幫的，你看下後面就擺到2026或者2020年的，但是 Blackberry 可能擺到2024、2025年的，因為剩下的。這裡是叫做無肉不歡啊。卜卜脆，你看幾卜卜脆，是這個台灣的脆肉子啊，脆肉子，卜卜脆，是啦。哦，佢啲叫做脆肉子啊，空氣脆肉子，幾錢包啊？$40一包，$100三包。蝴蝶餅啦、啊，杏仁餅啊，杏仁條啊。佢哋有啲蛋卷添啊。他們的蛋卷呢$79一盒，$80就做兩盒啊。圓浮鍋啊，哇，頂爺做代言人的，他有些砧板啊。哇！佢呢個圓浮煲啊，1298。其實咧，你大個咧，你咧都唔會一次過賺好多嘅，因為你太多嘢一次過落咧會起曬泡啊啲咁嘢噶嘛，所以你都係少少咁落嘅啫，一樣嘅。不過，哇！呢度竟然有眼鏡嘅攤檔啊！呢度有啲家具賣啦，智能豆漿熱湯機啊，$413。哇！呢條魚真定假噶？真係維持維妙喎。你多唔多支魚啊？係假嘅應該。哇！佢又整啲台啊，喺度俾啲市民喺度享用佢哋嗰啲小食。哇，幾好喎！買咗喺度食。哇！依一行咧，似乎賣啲廚房用品啊，同埋家庭用品嘅。呢度有個氣炸蒸焗爐啊！微笑雞蛋仔啊！一樣啊，咪整成咁樣咯。呢個係相同嘅嘢嚟㗎，整成咁嘅樣㗎，整成個蛋咯。又咪要魚啊？要魚嚟㗎。要魚咯喎！要魚係咪？廿蚊。要魚少？係咪呢個？你呢個？一樣價錢，你咪一樣咯。呢樣價，呢只鯛魚燒啊，$20四件，$35八件啊。原來我行咗過嚟，呢度係餵食街嚟嘅，喂唔得咁多嘢食啦。啊！呢度有佛跳牆都有得賣啊！哇，好得意啊！呢啲。哇！佢啲超值套餐啊，$50一份，有飲品啦，串串雞蛋仔。呢啲串串雞蛋仔咧就係$30一支。
哇，好 Q 喎，好細個喎。係啊，好好食。係咩嚟㗎，姐姐？香煎包。好好味啊！香香香。哇，好 Q 喎。好啊，係。佛跳牆啊，呢啲。係啊，佛跳牆。佢啲佛跳牆係50蚊一碗。送嚟，唔好意思啊。唔好意思啊。布打渣男檸檬茶，多謝曬你啊！我你咪加廿蚊有杯嘢啊！加廿蚊有咁咩？啲青檸檬啊！哇，係咪布打咧？蜂蜜啊！係啊，蜂蜜。哇！蜂蜜湯啊，有啲熱湯啊，係啦，飲茶飲啊。啲三毫錢啊嘛，買啦，我有呢度喎，我廿個冇嘢做啊，160蚊啊，280克，蜂花粉啊，好啦，呢度係食嘢嘅，食啲乜嘢呢？Hello， 要啲咩咧 ？Sorry 啊，鐵板和粒20蚊份，20蚊份。三文魚腩，雞翼兩隻就係18蚊。嗱，威三文魚腩就係20蚊。野人豚骨腸咧就15蚊。鐵板和粒20蚊份喎。哦，啲咪即刻買即刻整喎。系啊，哇，好新鮮，系。哇，呢個日本直送啊。系啊。哇，呢度係賣芒果，女送芒啊，專門店啊。啲芒果係100蚊三個啦。咁係有啲芒果糯米糍，20蚊一個，特大嘅。哇，佢有啲奶凍添啊！鮮芒果汁啊！可以向你了解一下了，可以听一下了吗？这个摊位呢，就是卖咖啡的。来咖啡尝一尝。啊、自家製啊，陳皮羅漢果15蚊，雪梨蘋果無花果茶，我哋自己煲噶。有冇糖噶？冇糖。唔係冇加糖嘅我。冇噶，無花。海昌號啊，一啲甜都冇啊，一啲糖分都冇啊，聞到有好重嘅無花果味啦，咁同埋。最主要是不甜，即是不沒糖啊！我最喜歡是沒有糖的，都挺好喝啊，15蚊。哇，這裡有些飲品啊，桃花釀飲品啊，油甘橄欖汁。哦，這些就是油甘橄欖汁了。是啊，油甘橄欖汁鮮榨的。哦，這些就是油甘子啊。這些是油甘，這些是橄欖。哦。哦，入口回甘，再要冇落糖啊！入口回甘。哦，依啲系桃花釀系咪？桃花釀系啦。哇！帶少少酒精，0.8度。哦。100蚊有三樣，100蚊有三樣喎，有嘢食，所以加埋入。哦。哇！依度啲。哇！啲魷魚啊，幾錢串啊？40蚊一串，兩串就70。哇！一年都係差唔多。100。哇！依邊係賣啲清潔用品。
过到嚟呢个摊位咧，见到啲鲍鱼咧系大罐嗰啲咧就系200蚊6罐，细罐嗰啲咧就系100蚊8罐。哇，价钱都好吸引下喎！200蚊6罐，细嘅咧就系4隻。價錢真係好抵啊！我終於買咗細罐嘅8罐，咁諗住翻去六面食嗰時候可以做餸啦。呢條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，離開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。拜拜。